现在呢，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证据给你们参考，就是我们有拍摄他们四个男生的没有脸的其他部位。哦，有穿衣服吗？哪个部位？不一定。电视可以播的部位。我们不会找自己麻烦拍电视不能播的部位。一直马赛克。那我们就先看二号的影片。好。是第一个有看到身材喽，有一点 ，OK 吗？很好啊，这是六月怕的吗？他有一点胸肌，他也是我怕的那一种，就是超有胸肌，然后就是他没有超有啊，没有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已经超有，我觉得很害怕，他已经比正常人有很多了，对啊，真的比正常人有很多，他应该是蛮健身教练那一种，我觉得他不会太过分的那种。太那种 muscle man， 有些是真的很恶心的。可是我觉得他的腹肌还蛮好看的、啊。可是可以踢的踢得中什么东西？但我觉得他腿好像不是很长哎，对不对？他刚才那个影片是主打腿有力，没有要说。而且司机在前座应该只是露出上半身吧？哦，也踩得到刹车就好了，把椅子往前调就好了。他看起来还有一点瘦，我觉得男生不能比我瘦。很瘦吗？我觉得有点身体没有那么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他可能个子没有很大的样子。如果是跟你老公比，好像是比你老公小一点的体型，那要看看喽。三号好了，口技一流，口技一流。夹吸管还是筷子吗？它是要显示它的腹肌可以夹得住一个筷子或者是吸管。夹力也重要吗？虽然我不是很理解。不理解，因为他要么应该把一个东西放直，然后把它折断。折断，不是还比较有看头吗？要不要把手指头拿过来让我夹夹看？就是额外的乐趣吧。那刚刚那个第一位是？跟司机去夹娃娃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你看我夹到。”他就是这个故事吗？就说娃娃在我们的生命中不重要。所以好玩的。六月刚才那个身材是太好吗？我觉得差不多还不错的，比较瘦一点。但是他那个一直摇摆，我不能接受。有一段是不是会扣分？就是他这样一直问他干嘛呢？永贤，这两个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应该第一个吧，因为他最少有搭那个跆拳道。第二个不理解他在干嘛。爱丽丝呢？这个我有点怕。真的吗？你不是要肉体，两个都是肉体啊。就。可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身体好像有点弱的感觉，对对不对？有点瘦，然后就是觉得他好像刚刚整个身体展现的部分，你不觉得有什么男性的魅力？那个没有让我感受到。他好像就是强调腹肌，我觉得可以成为姐妹之类的。就他好瘦的感觉哦，对对，毕竟主打是口技一流，所以刚刚那个 BGM 也算没有拍到尾巴。强项啊！接下来我们看师奶杀手，也就是一号男生他的一片。
只鸡吗？这个完全不能得罪到他，万一得罪一拳挥过来就惨了。但我觉得这好有魅力，那个有力的手掌就是会抓在你的身上的手掌，会淤青。对呀，怎么样？会不会太用力啊？调整，有点调整啊。刚刚我们捏碎了奇异果、橘子、桃子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它是不是苹果？哦，桃子，水蜜桃。苹果如果可以榨出汁，太厉害了吧？苹果，我以为是苹果。我还有一点瞧不起他，因为奇异果算是蛮好捏爆的，对。后来橘子就稍微有加分。对，橘子跟桃子算厉害的了。桃子其实不难捏爆哎，他最后应该放一个更硬的东西。所以等一下要烤它更硬的吗？对，如果是苹果的话，对苹果，凤梨，凤梨，芭乐。不过刚才他喝果汁的时候呢，露出了鼻子以下的啊，对，对下巴。有吗？下巴不错，刚刚有下巴，他有露到下巴。没有，我刚刚在诧，很诧异，他为什么要用自己手榨汁？所以你可能会跟司机讲说，太太想要喝果汁。新鲜榨的，因为新鲜果汁，对，随时都有。去外面帮你买果汁啊，好可怕！所以他就直接现捏。或者说在路上你买了水果之后，你就想说我不要弄脏手指，我要用喝的，他就在车上就太太，我帮你洗翻的水果。好棒哦！所以爱丽丝喜欢这个吗？我觉得人体果汁机，但我觉得好帅气哦！你不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真的现场看过有人这样子榨果汁，我觉得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这样子想喝吗？然后就嗯嗯，所以刚才我就觉得哦，我想喝。刚才腹肌那个人应该用腹肌榨果汁，这样子。可以试试看。那个好喝。夹橘子，夹橘子。六月，如果比起来，你还是比较喜欢那个窄版的那个男生，是不是？这三个吗？哎呦，好可怕哦！你觉得刚刚那个肌肉也是太大，是不是？超级无比大。觉得刚刚他的露到的脸部的部分还蛮帅的，但是刚刚觉得手臂有点太小。太阳还就小，我觉得有些那种状况。你真的很 happy 耶，真的吗？还是小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你觉得还可以再壮一点？我可以，我觉得是可以再壮一点。哇！所以那个手臂是还比你老公的小吗？应该有吧。哇！应该有吧。所以你从来都不用叫艾利克斯去练。哦，他练会更大肌肉出来。我更有 feel 哦，他练的时候，而且他很快就他说他要开始练，为了什么拍广告什么的。他就是很短期的时间，他两个礼拜就可以把腹肌跟肌肉都练出来。所以他练成功的那一阵子，你会比较爱他吗？比较愿意上班嘛。你的小孩，人家是银座，就是。你的小孩有感觉到妈妈最近变了吗？有吗？有没有读完那本书之后，整个人每天坐早餐的时候都像春风得意，很开心。